马上要到落日了啊，现在我们的菜交给厨房去做，我们就出来欣赏一下家门口的海边日落，还有一些新人今天来这里拍婚纱照，我们都去看一下。今天这里这个画面也是格外的漂亮。看这个云，哎，特别美，今天。特别享受现在的这种感觉。今天家里面来了一个会说中文的这个兰卡帅哥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卢敏亮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卢敏亮。卢敏亮，你学中文学了几年？我在中国七年多。在中国七年多？对啊。就是在那边上学吗？是啊。哦，那你现在回来这边是做什么？现在我在翻译的工作，也是我卖东西中国的，然后呢发斯里兰卡。哦，那挺好的，看看能不能我们一起玩一下，请你给我们做几天翻译啊，只要这个价格合理的话啊。嗯，哇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啊成型了，然后还搬了一个台灯过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住的海边别墅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然后这边就是大海，这个菜看起来挺不错的啊，我们的硬菜做出来了啊，真正的硬菜，石斑鱼。来来来来，开席开席，阿达，开席了，师弟开席。今天我们把我们的房东，还有我们这个斯里兰卡的小哥啊，一块邀请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这一次也是非常荣幸啊，通过我的师弟哈达认识了阿龙的旅行。阿龙的荣幸认识你。没有，我的荣幸啊，因为阿龙的话应该是已经环球旅行六年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做自媒体六年。做自媒体，对，有六七年了。哦，那你环球旅行是有几年？疫情前刚好到现在三年多了。环球旅行之前是在国内做吗？对，在国内。哦。当时是开房车嘛，然后后来就是打算到国外去试一下，哦，然后就开始了国外之旅，然后刚好做两个月就遇到疫情了。哦，那现在走了几个国家了？现在的话，十个这样子吧。十个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你目前印象最深刻、最喜欢的是哪个国家？我觉得是伊朗吧。伊朗。对。为什么？伊朗那个波斯文化就挺神秘的。哦。对，然后还有他，就我们说的那个什么。拜火教啊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美好的相遇之类的？倒是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啊，对对对，也算是很美好的故事。不过伊朗的话，我印象不是很深刻，因为我那里也没有待很长时间，天气也非常的热。那你这一次旅行的话，第一站就是斯里兰卡，对，那你是我下半年的旅行。那你之后斯里兰卡之后有什么准备去哪？目前还没有，目前还不知道。对，还不知道。其实我一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我看了你的。我看了你的视频，嗯，好像是谈了一个女朋友了。对对对，我是这段时间回国内的时候。哇，太好了，对对对，羡慕你啊！我也是找了快一年了，没找到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。这是相亲视频吗？没有没有，大家有意向的话啊，直接私信分享，传授一下这个经验啊。啊啊，你找的这个也是粉丝吗？还是说好朋友？亲戚介绍的。哦，亲戚，哦，相亲认识的。嗯，对。哇，那挺好的。嗯，我的亲戚都觉得我不靠谱，不敢介绍给我。他们都觉得我是渣男。其实我是一个老实好男人，他们都说，但是我又不喜欢人家说我是好男人。你喜欢大家叫你渣男是吧？没有，我喜欢大家说你是个坏男人啊。啊，所以很难做的。到底是做好男人还是做坏男人呢？哎，有时候也拿捏不好这个尺度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挺帅的，做个帅男人就好了。
哎呀，但是不上镜啊，谢谢啊。肯定上镜啊，怎么可能不上镜？但是你也很帅，有时候我觉得，有时候我觉得反而女孩子吸引不到，反而是能吸引到一些男孩子，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我操！什么？我被很多男粉丝表白过的，我都有那种感觉，真的有 gay 的那种哎。可能你是有点真的很多变态啊 ，gay 里 gay 气吗？对，他们有人这样说过，说我有点 gay 里 gay 气的，老是吸引这些，老害怕的那个。像我就没有，我在泰国一家青旅中还吸引到一个日本的男孩子，我操，那个日本的男孩子晚上他睡在差点扑我床上来了那个。给我吓了，哎，阿龙，那你下一步有没有考虑过就带着你这个女朋友一块旅行？没有，没有考虑，没有，还是说你和她一起安定？以后会安定，只是说现在她有她的工作要做，然后我是做自媒体，我到处跑，只能是分开了。先就是暂时先像这样相处着，对，然后以后再找一个共同的中心点。对对对对，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为了以后幸福的生活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希望你们幸福啊！不要像我这样。你也会有自己的继续四海漂泊啊，孤苦伶仃啊，我现在也在漂泊，以后会幸福的。但是你始终有一个港湾啊，心里面有港湾，所以人是幸福的。嗯啊，像我的话就是感觉就在这个大海茫茫上漂泊啊，没有一个港湾啊。是不是你们在外面都是觉得别人问你没有单身，全部都说单身？我觉得阿龙这样的男孩子真的是很正直啊，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视频里面官宣，就自己有女朋友了，好男人的一个标准，就是官宣了，哎，我有女朋友了，以后就，你们就不要来那个，就是不要来烦我了啊。你也可以官宣你没有男朋友，官宣你没有女朋友啊，对对对，我官宣一下，我现在没有男朋友啊，也没有女朋友。哎，什么？哎，怎么就顺着你们的话就把这个男朋友给加进去了啊？真的是讨厌死了。明天私信就爆了啊！那我也祝你这次旅行能够顺利啊！我也祝你旅行愉快，能够找到你心中想找的宝藏。那希望你能够马上成为百万博主啊！顺其自然吧，这个啊，这个主要是自己内心开心就行了，我觉得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你也是一样。我觉得我们开心快乐啊，对，反正就顺其自然吧。嗯。嗯，不要，我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，反正顺其自然，在路上开心就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等着一下管家带啤酒来，我们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，把酒言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兄弟们，开心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早生贵子，顺一下，愉快。